挺韩国瑜，韩粉无论东或西，通通现身相挺，塞爆每个造势会。如今原定29号屏东造势确定取消，传出改在30号到新竹举办竹竹苗联合造势。消息一出，许多韩粉超期待。新竹苗栗这一带有很多朋友自发性的，也是希望我们能够参与，我非常感谢他们。那目前为止大概已经定下来了，6月30号。满天绚丽焰火，2013年台湾灯会新竹举办，有入数十万人也没问题，地点就在高铁站旁的特定区。如今特定区已经改成大草坪，也是传出竹竹苗造势场最有可能举办地点。原来一开始是选定地点不是这，而是县府对面广场，但考量竹苗向来是深蓝票仓，估计涌进人数可能高达15万，广场吃不下，转而评估高铁站后的大草坪，除了面积较县府广场大了好几倍，此外也不怕阻碍周边交通，也方便停车。而交通上除了高铁，一旁还有台铁转乘站，也设在这儿。对于外县市韩粉来说，进出都相当便利。他来很开心啦、因为我们也是他的韩粉啊。当然啦，对生意好怎么会不好？而且他的号召力很大。尽管地点还没做最后确定，然而竹苗韩粉闻讯已经兴奋不已。毕竟人潮就是人气最好证明，一场一场造势会，韩粉不时创造纪录，新竹这一站自然也不能漏气。记者穆青言、靖宇新竹报道。